3天，我和雅江每次都打包那么久，包一次货不简单。你不要上去踩，看到没？感觉这里好冷了，比家里还够的冷呢。家里有那个山挡住风了噻，这里都是偏的，风又大。哎呀，这里风又大。这一箱满满的，然后今天自己货就打包了三天。就那样放算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这两个拿出来干嘛？那这是啥？这也是2斤的腊肉啊，放在这里吧。包子给他就行了，他没有来吃饭，我们来吃饭，好不好喝，彪彪？别喝完了，喝完了又饱又不吃饭嘞，听到没？在家里没那么冷，进城的话还超级的冷。等一会儿呀，你的饭还没有来，来慢点，烫不烫？吃得干呀，烫不烫？我锅点的正啥？啥味道？鸡腿饭，还有鸡蛋。这家弄的饭超级好吃，彪彪的鸡蛋炒饭，我问你好不好？都流口水了，吃吧，慢点。现在好冷啊，你看